好，我们来到第三十页了，第三个字 ，kernel， kernel， 这个发音比较特别哦。你看它这个拼字是 c o l o n e l， 可是它是有个有这个 r 的音哦。以前如果没有看音标的话，你说自然发音法直接这样看，你可能会念成什么colonel 有没有 colonel？ 那可是它正确音标其实是 kernel。很像那个核心那个 kernel 有没有？我们看一下这个牛津字典，这边有 kernel， 这边有写 ，OK， 哦，所以这个比较特别，哦，名词陆军上校的意思，他的父亲是陆军中最年轻的上校。Her father is the youngest colonel in the army. Her father is the youngest colonel in the army. Her。her 其实是女生的她，所以这个讲义应该是写错了，这个她是男生的她，这个 her 是女生的她。 her father is the youngest， 最年轻的，这是最高级，最年轻，所以加 est youngest colonel 上校，最年轻的上校 in the army， army 就是军队。好，第四个 column 柱子，大厅里有很多白色的柱子。 there are many white columns 加 s 复数 in the hall，后是大厅。好，第五个 create 好，创造、创作、设计，这是一个动词。他为他的公司创造新的形象。He created 加一 d 哦，加一个 d 好，就过去式。A new image of his company 就是公司 ，new image 就是新的形象。He created a new image of his company. 好，第六个 increase 动词增大、增加、增强。犯罪率增大在台湾 ，crime 是犯罪率 ，crime has increased a lot in Taiwan. 好，第七个 captain。名词船长、舰长、机长。他以前是船长。He used to be a captain. Used to 就是以前的意思哦。Be a captain. Used to be a captain. 好，看上面第八个 cabbage， 甘蓝菜。第九个 capital。名词首都、省会、资本。第十个 cattle 名词是牛、马。第十一个 chapter 音标写错了啦，是 chapter 才对哦，我看到这个才想起来，题目章节叫 chapter， 不是 chapter 哦，是 chapter。 来再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牛津字典 chapter 才对哦，这个音标才对 chapter 哦，这个约瑟夫老师写错了 chapter， 这边要修改一下。好，第十二个 chief 领袖、酋长 chief 领袖、酋长。第十二个第十三个 cap 帽子啊，cap 帽子。好，再来第五弯曲，由深喉咙所发出的声音，由后至前，由上而下，代表弧形的动作，故有弯曲的意义。这边第一个讲到 circle 就圆圈嘛，哦 circle 圆圈。第二个 circus 马戏团 circus 马戏团。第三个 crook 误入曲勾，这是名词 crook。 第四个 crook back 像这个两个音节重音在前面，后面是比较轻的重音哦。crook back 驼背的意思。好，再来第三十二页咯。 curve 第五个 curve 曲线、弯曲的东西，像女人的胸部 curve， 或是女人的线条 curve 曲线。第六个 circulate
循环这是动词，是传播的哈 ，circulate 流通、散布，这是动词。VT 是及物动词，循环使传播。VI 是不及物动词哦，所以要记得 VT 是及物动词 ，VI 是不及物动词，然后也可以当及物动词，这个流通、散布。好，第六个落下，由深喉咙所发出的声音，由后到前，由上而下，代表从天而降落下的动作，故有落下的意义。第一个 case 案例。第二个 city 城市。第三个 chair 椅子，这常看到。第四个 chance 机会也常看到 chance。这个蝴蝶音记得发出来有一点点像 R 的音哦。可是它又有 A 跟 R 的中间，就偏向 R 的那一个 A 的声音，嘴巴张大 Chance 机会。第五个 Cheat 欺骗。好了，第六个 Couch 长的沙发。好，第七盖住，由深喉咙所发出的声音，由后至前，由上而下，代表从天而降的覆盖动作，故有覆盖的意义。中文同音同义字，像盖子的盖，洞窟的窟，库房的库。好，第一个 cell 细胞，单人房，像我们现在常用的智慧型手机啊，我们就讲 cell phone 就是这个 cell phone。癌细胞充满了它的细胞。The cancer cells, 癌细胞 were all over in her body, 应该是充满了她的身体吧。Body, 这边写错了，改一下哈。The cancer cells, 癌细胞 were all over in her body, 在充满了她的身体里面，充满她的身体 ,body。第二个 coat, 外套。他昨晚买了一件新外套。He bought, 过去是buy 的过去式 bought。 He bought a new coat last night, 昨天晚上 last night, buy a new coat, bought a new coat, 过去式。好，第三个 color 颜色。我喜欢你鞋子的颜色。 I like the color of your shoes, shoes 鞋子记得要加 s 哦，因为它有两只。好，第四个Company 啊，这个常见哦，公司哦 company 三个音节哈 ，company 这家公司属于他的 ，the company belongs to her， 这应该写错了吧？这应该是 her 哦 ，her 才对哦 ，her。这样才对哦，这个是错的。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3页，第五个 continue 哈 ，continue 哈，重音在第二音节 continue， 动词，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都可以哈，继续，他会继续工作到午夜 ，He will continue his work， 继续他的工作。Until 直到 midnight 午夜 ，He will continue his work until midnight。第六个 court 法庭、法院，这是名词哦。每个人在法庭都要非常有理 ，Everybody must be 都要 very obedient in the court， 在法庭里面要 obedient。Obedient 是什么意思呢？来看一下 Obedient 就是服从的、顺从的、听话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讲说要非常听话，在法庭里面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听话。 Everybody must be very obedient in the court， 在法庭里面。好，第七个 cover 盖子、盖住，他用一张报纸盖住桌子。She covered， 这边要加 d 它是过去式。The table with a piece of newspaper，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一张报纸、哦、你不可以说 a newspaper 哦，因为报纸它本身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哦、newspaper， 所以一张报纸要用 a piece、哦、一张 a piece， piece 它的单位一张，所以 a piece of newspaper 就是一张报纸、哦、She covered the table with a piece of newspaper。 那第八个 cake 蛋糕、哦、常常听到、哦、cake C-A-K-E A cake 长音的 A cake 蛋糕。第九个 camera、哦、照相机，我现在应该常常看到吧哈，这个数位相机很多，所以 camera 常听到 k a cat m a m r a r camera camera 照相机。第十个 camp、哦、现在很流行露营哦， camp 营地就是 camp k a cat camp camp。 好，第十一个campus 校园 at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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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十二 case case 有常常听到、哦、这个 case 做得好不好啊，这个案子做得好不好啊，或者是另外一个这边名词叫做盒子、哦、有的是叫案例、啊、有的叫盒子、哦、盒子也叫 case a case case、哦、这是长音的 a。第十三个 cell， 前面有讲过了，我们讲过 cell phone， 像蜂巢式电话它的结构，所以手机啊就讲 cell phone。 第十四 cell phone， 这边就有了 cell phone 就是讲手机，刚讲过了 cell phone， phone 就是电话嘛。第十五个 cloth， cloth 这个 f 是不发音的 f， cloth cloth 布 cloth。看到第十六个 close 这个 z 是有发音的 z， 关上，关门的关，把它关上，或是紧密的，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 close，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很紧密， close 也可以这样形容。那这 k the o low 这是长音的 o， 刚上面这是短音的 o， 这是长音的 o， close 关上，紧密的。然后第十七个 cleanCling 黏住固守 Cling K The E-D Cling Ling 嗯，有点像中文注音符号的 ON 大富翁的 ON Cling Cling Cling。 第十八个 Climb， 注意 Climb 这个 B 不发音， B 不发音，所以只有发 CLIM Climb K The I like Climb 攀登、哦、爬山就是用 Climb。第十九个 come here、哦、来这里，这个 come 之前就讲过了、哦、come 来。第二十个 copy 非常常用 copy、哦、复制别人的东西，拷贝别人的东西、哦、copy c-a-c-a-p copy。 第二十一 cost 费用成本、哦、这个也蛮常用的、哦、cost 花了多少钱啊、哦、cost 价值啊、哦、花费啊都叫 cost， 这个是短音的 o k o cost cost。 第二十二个 cabin 茅屋木屋飞机舱都叫 cabin k a cat 嘴巴张大 cabin 短音的 i bin cabin 茅屋。第二十三 cabinet 小私室内阁 cabinetcabinet cabinet cabinet。 好，下面还有三页、哦、我们到下一个章节再来讲。